固了。把那油酱给它放凉就好。哦，这个淋在鸡肉旁边应该是肉的味道哦。我这一道菜，然后给我两碗饭 ，OK 香哦，威廉，你好会炒哦。哟，这个一定超下饭。对，你什么菜都可以想到饭。对啊，你就是个饭桶嘛。一定要配一点主食啊。今天晚间九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